过来，向后往上钻，头往上钻，但下巴松，松，松，但是不断的向上转高，不要向后看，重点要高不是后。好，来抱住我们的左膝盖，坐下来。好，起来。就像刚才做的动作，只做单手，三，再把我们手延伸，二。我不光是要柔软，重点不是柔软，重点是要向外延伸。好，下来，左边下，右边上，右边下，左边上。这样子上下的韵律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云手上面。两边一起动呢，就像做起势；上下交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运用在像是我们的云手。所以手在拉长，不断向外延伸。好，换边。先往上，头往上转，看着侧边，头往上转，下来，抱膝盖，这样拉伸我的臀部的肌肉。好，再来，延伸，三，二，一。上一下，下，左边上，左边下，右边上，二，一，好，我们回到中间，拉伸一下我们的五，四。三、二，最后面的慢慢挤在下面，你看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开，好，手在碰，手在碰膝盖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好，装可爱，我也装不了可爱。好，现在我们停，停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